你已经不是我妈了。我的妈，你真不是我这个亲妈。不换身份，让孩子当妈学会换位思考。什么工作也算，就一天一任吧，好吧。你今天给我在家好好写作业，再把这个人女给我抄三百遍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看孩子美吧吧。好吧。给我拿你平时吃的那个白猫日记小圆饼粘过来。这别笑。你少吃点，狗狗不能吃太多人的零食。你个啥呀？哎呦，拿谁用？哎呦，拿谁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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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刘老师。喂，大壮妈，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孩子给妈妈洗脚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给你洗脚呀。哦，大壮今天受伤了，所以洗不了。还麻烦刘老师明天给大壮请个病假。滚！